好，什么是核能啊？核能是谁提出来的？爱因。对，小爱，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他说什么？他说的是质量跟能量的互换。爱因斯坦他主要是讲质量跟能量的互换。质能互换有一个公式，核公式 ，E 等于 mc 平方。重点不是在这个，重点是在这些东西的单位，分别叫做焦耳、公斤、光速、米秒平方。来一题吧。失去一公克的质量，我失去了一公克的质量的时候，请问你可以让多少克的水从25°C 上升至沸腾？于 NTP 啊，动笔算，不要在那边自以为天才。快，耐心没有，嘴巴张开，看舌头伸出来流口水，在干嘛？看着廖家轩，还有看等下几个人算对了，还有15秒，快！还有10秒，我没有让你算出来，我要你列式正确就好。如果学测考这种，他只会考你列式，最后他会有一个分数，几乘于几分之多少这样子。学测的题目很流行出这种选项，就是他不要你真的算出来。好，让我来表演。首先，失去一克的质量会产生多少的能量？一等于 mc 平方，但是他现在质量给的是一克。一克我没办法用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单位给的是什么？公斤。所以如果要变公斤的话，你要先除上10的3次方，对不对？去乘上光速叫做3×10的8次方平方，对吧？那这个算出来叫做9×10的13次方单位焦耳。好，那水上升的公式是什么？国中教的 delta H 等于M S delta T， 这些人的单位分别叫做第一个卡，第二个叫做克，第三个叫做度 C， 就如此，对吧？那请问你卡跟焦耳怎么互换？两种方式给你选，一个叫做一焦耳等于多少卡，一个叫做一卡等于多少焦耳，两个数字哦，一个数字分别叫做 4.2 或者是 0.24。我们用 4.2 来看好了， 4.2 你会填哪里？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。上面零分等于下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卡比较大，对不对？你吃东西的时候，如果跟你说这东西300焦耳，跨不拉加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这三个东西300卡，那再看看好了，是如此。哦，这300焦耳哦，行啊，好、哦、吃了啦，完了先吃再说。300卡，我考虑看看，所以卡比较可怕。哦，4.2焦耳，好，那这上面是0.24，不信你去问那个
小胖，你自己说的，限制于小胖没在唱。不会啦，不管胖跟瘦都很美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有自信。好，来，所以九乘以十的三次方焦耳要换成卡，乘多少？十三。乘多少？十三。什么十三呢？零点二四。焦耳换成卡，所以他已经换成卡了。为什么是三？不是三吗？什么东西？好，那可以让多少克的水？不知道。比热是一，温度的变化100减25。好，就这样，这就是 M， 可以吗？我没有要你算，我只要你会。自己压啊，掐指一算就有答案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小事用不着我们。小沙米，把它算出来。沙米。沙米啊，在那边。还没有戒疤的，没看到。沙米，好，这就是质量守恒定律E等于 MC 平方。好棒哦！好，来再来，核反应式。好，这是第一大点，第二大点，有写 A 好了。再来小 B， 小 B 的话看到所谓的核反应式，核反应喽，可怕哦。同学好好努力哦，把这个地方学好，以后成为那个核科学科学家，然后去把那个核分裂或者是核融合的技术做到跟一个手掌一样大，然后试着先研发一种炸弹，会喷射那种金属碎片，然后先丢在地上炸自己，砰。然后再用那一颗小小的能源就放到这边去吸这样。这是原子小金刚吧？钢铁人啊，所以同学好好努力，先炸自己。对，先他要先被炸到才会去发明那个东西啊。真的？对对对，没有被炸到也可以啊。好了好了，随便的，好了，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反应式，核反应式的话，我们主要是看核分裂哦。看核分裂之前，我们先来讨论什么叫做 alpha 衰变，什么叫做贝塔衰变。什么叫做伽马衰变？阿华，所以其实他把那个打开的时候，他不会那个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就是大气压力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很厉害。首先，什么是阿法？什么是贝塔？什么是伽马？啊，伟大力。Alpha 粒子叫做氦的原子核。FGD。Beta 叫做电子。Gamma 是一种辐射线，就直接叫它能量。教这个要干嘛？教这个要做题目。126页讲解五，讲解五，读题目，预备，七，六，二三五，变，千。我写238哦，什么都改了。又238，变成1000000822006。是天然放射性。对，请问你它会放几次 alpha， 放几次 beta？ 好，放 alpha， 放 beta， 各它的次数分别叫做 x 次跟 y 次。如此一来，轻轻松松。减肥成功哦，很敏感，不要那么敏感啊、哦！来看一下238206 4还有零，你可以列出第一式238等于206加叉叉乘以四加勾勾乘以零，是不是如此？是。再来，下面可
可以列出什么式子？叉叉。92等于82加叉叉乘以2加勾勾乘以负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真的你很厉害了啊！来 ，x 跟 y 分出来。完了，我看这个问题。快点。算，心算。快，多少 ？x 等于8 ，y 等于6，轻轻松松减肥成功。